益生菌对于女性的妇科炎症会有以下的这些作用。首先，它可以维持酸碱的平衡。益生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呢，有着维持阴道酸碱平衡的作用。如果女性阴道部位的酸碱出现了失衡的现象，就会更容易患上阴道炎等等这些疾病。而呢，阴道酸碱平衡就会有效地改善疾病，并且避免呢阴道炎的反复发作。第二呢，它可以吞噬有害的细胞。适当的服用益生菌还可以吞噬人体当中的有害细菌，这样有利于女性朋友妇科炎症的恢复。第三，它可以呢增加有益细菌的数量。服用益生菌的主要作用呢，就是直接增加人体当中益生菌的数量。在身体中啊，它的益生菌数量增加之后呢，就可能有效的制约其他的微生物细菌，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女性朋友她的生殖系统平衡呢迅速的恢复，对于呢各种的妇科炎症它的治疗都会有不错的一个帮助的治疗效果。第四点，它可以呢增加身体的免疫力。益生菌的服用对女性来说呢，还具有增加身体免疫力、改善身体健康的效果。在女性的免疫力增加之后，就可以有效的抵抗各种的疾病，所以呢也可以避免各种妇科疾病的反复发作。另外呢，还不会出现副作用。